想吃日晚安。Gracias.
所做的这物件呢，吼、哦，不管是鲜的还是乌的，会超鲜。
较贵，还是破纸无遮好，所以有伫迄个当下伫遐咧做比较，迄、那个医生，迄、那个医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即、這个现在即吼当下即个事，就是讲，分别了了了别，分别讲，真正当下是好还唔好，是迄个医生咧判断，迄、那个神咧判断。所以人就讲，你这个协助强呢，就是判断安尼，伊个就毋是安尼。哦，所以呢，他有这些含义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甲伊讲，一些我较麻烦嘞。咱我较吼，先这个吼，大概先甲伊讲这个吼。啊，过来呢。咱来做一个参考啦，因为我看呢，有判决一句可以吼，或许有些人说可以拿出来参考一下，吼，大家吼看下，或许做一个指导啦。我看呢，判决一句话是讲：天有道，地有德，吼，啊，人有义。哦，啊，咱知影，咱这个德是比屋顶，比这个地球，比这个地球，都较坚固的，因为德教有法度通生万物。啊，那么呢，所以甲咱讲，天有德，啊，地有德，厚德才能载物。啊，人呢，爱有义。啊，人你该反馈好等于。人也是无义，你敢会有德性？你会敢会无路出来？吼、哦，人若敢，唔免讲无上智德，唔免讲无啊。你敢若无义的时阵，吼、哦，义无无义的时阵，你要培养这个德性，就已经间接了，吼、哦，就已经欠法。所以讲，讲人若无义的时阵，你会得到无义。啊，电脑无起的时阵呢，竖起这个刀，五转莫血，常常有一个想法，就是讲，会当正常的五转，像过去老人讲的讲，哎，人若无照天理，天就无照大志。为什么过去老人说到的来话，我是都有含义的？其实呢，这嘛是在讲，因为人生不过，所以某种之德，还是咱的身份的发掉。天世的人拢总无咧遵照这物件咧行的时阵，他哪安尼伊讲都有德性，无？啊无德性，就会产生啥负能量、比正能量搁较大。本来是用正能量咧带着正常的运转，带着这个宇宙的能量球在正常运转，但是一旦负能量，要正能量啊，相当的时候就会拉扯嘛。啊，那一旦我负能量超过正能量，啊，就是安尼讲，人心不过得了轮回的时阵。如果嘛是安尼的时阵，得吼，那天就无交大事。所以有当时啊，含人心快拢在落雪，吼，爱是十几月嘛咧，单位工嘛咧，迄落用上这个都委婉，本来。诶，这个天的数学运算，哦，所以呢，到咱知影讲吼，那是安尼，咱是大家拢总是一个普通人。如果咱那是住进来看，我嘛是一个真普通、真平凡的人。那么，咱要安怎去立于不败之地？就是讲，唯有呢，吼、哦，就是
能说，但是因他们最是足亲的啦吼，啊，所以吼，我嘛是咧想讲，这应该是好的，啊，但是我读一个吼，煞怎啊，安尼做一寡出来煞无定呀，结果吼，就是含着一些事情，还有
不要把大塞出去了。你袂使吼听一面之词尔吼，你着去咧处理代志，安尼一定会安怎？啊，我讲你有当时会处理了，唔要得心应手，吼、哦。啊，再来中间布施的心态，布施的心态有当时就是讲，你咧苦这人，大家好干啦，拄好加班的时阵，爱愿意安怎？来加班，伊敢爱安怎？布施一寡讲，啊，摕一寡钱。哎，买啥物物件来？我请你。哎，这也是属于布施呢。我请你。哦，啊，请你食饭，请你用餐。啊，有当时啊，你若拢无的时阵吼，啊，有一半也会含蓄着我加班呢。哎，拢个个拢会叫我。哦，所以呢，哦，伊个人讲啊，讲啊，中间呢，爱有上面个布施的心态。啊，若到这的时阵吼，爱懂得施舍。你看，我家己想出来，以前咱长荣海运吼，的公司长荣公司吼，伊个高阶主管一定拢爱先靠熟悉，无先靠熟悉，无才调能去做伊个高阶主管。哦，所以呢，讲讲吼，高阶主管伊一定爱情感，啊爱做发展，就是爱做地位，哦。学习啊，哦，啊，二五岁到三五岁，
人是吼，人啊，艰苦咧到底，有阵时啊，恁都无能力，通去想要行出去啊。啊嘛，甚物呢？有阵时啊，你想要做，变成心有余就不足啦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也就是互咱大家拢是一个，我相信咱大家三界观念拢共有，就是活在当下，啊，做咱该做。所以咱过去嘛，就赞叹咱。啊，做组长啊，咱会赢，本领有，即大家会赢做伙吼，拢做拍拼，吼，拢去咧奉献。啊，真正正咧，无道路会当方便，是真正爱去交迄道亲吼，大家去培养团圆的感情。啊，所以过去这段时间吼，发现着讲读书会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这个。哦，咱咧学习的一个迄、那个过会中的一个功课，因为昨昏我阿妹阮去迄个外头做读书会，即、這个阿玲吼，我太太吼，我妈祖母太太，有咧问讲，阿玲唔是恁咧来座谈呢，阿太是咧读册啊，啊读册有啥物作用？有啥物作用啊？伊讲读册有啥物作用？我甲伊讲，我一个问讲，啊，请问吼，这老师的话，吼、哦，这老师讲咱当地出来他的某老师的话，啊，咱若如果会当透过老师的话，伫这内底有一句安尼，有一条是银行落来，你敢记一句？啊，无咱会当开车，啊，是着你想会当互你敢去开出去度人。啊，若无正工要叫你去度人，你嘛是讲啊，无工度啊，咱朋友吼，袂拢来啊，有咩都唔来啊，吼、哦。啊，安尼，咱平常在开口在安怎去度人？啊，透过老师的话，那你当然吼，讲起人咧，再讲老师吼，伫个册内底吼写咧，吼，万般多不平，为忧业催心，吼、哦，啊，拍拼到尾啊，咧走嘛是双手空空啦。啊，囡仔吼，若有甲你第十二个人格啊，里面啊，毋知倒有好嫌无，我是毋知啦吼。啊，到尾啊，咱就是带着这个啥呢？吼、哦，咱的追求者，交碰着去咧红线吼。我讲如果你呐，记一句个，你就会使用这去甲安怎，去甲你周边的人分享。所以呢，就来讲，读书会就是咧，互咱学习。啊，若一个月会当有两班。三个月就来做六班，啊，若安尼你就学着足济，你就敢开口去做人，心酸啊，还是很好。变脸嘛，是变脸。
所以呢，咱拢啊，伊内底好心人啊，客，若感觉讲真好诶，我啊有想要讲，我就甲伊储存起来，哦，我就甲伊储存起来。感觉讲，哎，这个也真的是很 OK， 即从我啊呢，甲伊储存一个上面讲，修得必须爱有良好的禅定功夫。你若无禅定功夫，做人是安怎呢？甲别人遮讲好，啊，人若搁招你啊，讲较侪上较好。啊，若搁一段时间，搁有人讲股票有流通诶较好，伊拄啊好安怎？讲伫遐在跑，到尾啊，敢有真正找着较好诶？等下伊搁回头来，毋知搁浪费几年诶时间去，浪费偌侪机会去。所以来讲吼，要有禅定来讲，禅定就是爱叫咱有清净，吼、哦，就是禅定就是清净。现在的人民呢，思虑过多，可如想着，因此烦恼就会更多，哦，烦恼就会愈多，啊，想法嘛愈多。每一个人咱看会讲失控控，在咱的八识天中的意识拢有占有家己的自我意识伫个心内底。所以想法会讲真侪，吼、哦，因为就是有这么复杂的心，所以才会延伸各种的疾病。所以我啊，迄摆就讲着讲，如果若是因为咱这身躯有疾病出现，你千万毋通讲怪身体出问题，其实是咱家己的心灵上出问题。因为咱若有一条沟通。就是表示去到尾，甲有一个器官一定会显现迄个毛病出来。吼、哦，这因为过去以前就看过，吼、哦、看过这方面的一寡资料，应该咱嘛拢有看过。即位崇德组长吼，那迄个谭主，伊之前去检查，啊嘛有煞多人来求道嘛吼，伊就。提早去就咧笑，笑讲其实伊是已经白啊，所以伊才会去做检查啊。啊，无伊嘛家己知影讲伊的问题伫底。啊，伊自己知道，伊迄前半年迄段时间，诶，身体无舒适，是伊家己对一条诶心灵无通。他自己知道哦，吼，啊，伊会知啊，甲家己遐讲出来。伊讲吼。我就咧甲伊讲吼，啊，你话组长因有想要请专迄个蔡先生分手啊，去请靠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安怎，啊，伊就是我一条心无通无舒适的时阵，伊就是想讲，啊，就惊因小弟啊，因弟啊，因安怎的对吼，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他会很纠结，吼、哦，很纠结。啊，所以因为伊个心是很纠结，上上下下，因此伫过年遐干啥物过来，伊个两个出问题，伊个两个出问题，就是有一个纠结让他吼感到说很不舒服啊，唔知要安怎，所以后面他的一个困难，迄个不伫个遐，所以呢，他自己也知道，我了咧解释，我嘛是知影，我嘛是知影讲。那安尼，伊妈也会出来，吼、哦，啊，就讲伊偏头跑不遐，所以其实吼，唔免安怎治疗，也无所谓，因为伊家己已经家己跑不遐，若家己个家己要通好家己跑不，其实伊个食药要更较好用。今仔日看啊，你讲迄个新娘咱做票有传出哦，讲最新的迄个啥血压已经。提高到外环，拢总是迄个正常诶。我甲伊讲一句话，我讲自己的身体、自己的感觉是最清楚的。为人诶话啊，会通去评价，百个无问题，为人会通笑。啊是安怎讲？因为即牵连着啥？牵连着伊诶血管诶迄个
无硬化，是软的。所以软的是较有弹性，咱的护士放伫咧外口吼，迄落在洗车在用啥，迄落护士是热人较软，还是寒人较软？热人，寒人较软。寒人的时阵硬骨骨啊，啊，所以我就开会讲吼，这不要被这个这吼、個、去有一个迷失。每一个人的身体家己状况，家己是上清楚的。你千万唔通讲甲百倍阁正常，有当时啊就拼命啊，吼、哦，就爆了。所以，这虽然有这个依据出来，伊昨昏连完成的黄主任都有传啊。我就有改一回啊，我就想讲啊，传的我有传啊。啊，无这依咱过去来讲，这是大家爱家己去注意家己的身体体质，这毋是。不是规定讲偌济，一定要到偌济国家来出问题，不是这样。自己的身体感，自己感觉最清楚，哦，家己想清楚。啊，下面还是要记得，咱迄个，咱电话师给伊传的这个吼，这个后续嘛真干。伊讲吼，万物万象吼，当皆是由道所生，安徒尔不要迷恋。有形象的东西，好、哦，有形象的东西，要参究形象跟道的关系。这物件、这物件的物件是安怎来？是因缘和合而来。好、哦，有当时讲，哎，咱一条棉布，咱一件红色衫，你看起来是一件衫，但是你若给伊拆开，给伊扭的，就像一张纸折起来尔，啊，就剩一条线线尔，迄个线。就破了，就没了。哦，那个线就无去啊，就那个形象，那个腔就无去啊。所以那是因缘和合而成，才有这个相。哦，不是这个相是袂歹去。哦，不是安尼。哦，再来呢，就是讲，要参究形象跟道的关系，要其中示现了什么样的道理，自己要改变。哦，袂使执着伫即项物件，因为咱细阵嘛安尼讲嘛，凡所有想开始去讲嘛，礼拜天咱某些都放迄个影片互咱看，咱拢有看无？嗯。迄高频之下吼，迄物件已经吼，你甲放伫迄个高频，你下迄个机械的里，机械甲意念吼，迄物件完全就拢消无去，无电吼，螺丝。单线，迄个衫仔的物件，互我迄个，迄个啊，吼，啊，无办法看着，啊，再来包括电话簿啊，咱古早迄电话簿啊，头啊是拢有一个迄金属的，迄个服务电话的啥物，啊，服务的啥，迄个，古书呢，迄个头呢，甲放伫迄个路边，诶，伊也会用，甲记落了后。你家己安尼家己看，它完全就慢慢的消失了，完全无去。所以，不管咱过去世尊，咱无法在赞叹的，就是讲，世尊在2500多年就甲咱讲，凡所有想开始是讲，但是咱肉眼就是这种现象的物件，这有一间会歹去无用过，但是这歹去是啥？歹去有阵时啊，你若小小的是有烟，你若家己当做三啊呼，伊是呼。啊，那无风花雨是灵活的，但是那个高频之下的东西，它会分解，会演化无去。迄个是啥行烟的，拢无去无看。哦，所以现在的科学家在研究的，就是讲要安怎，要证实过去，一项在甲伊证实过去呢？咱的先，咱的迄个细菌因所讲的这物件，所以，吼、哦。进科他就是个进士者，所以我先进来这个有一百多岁，被人听起来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也就是讲，从这个讲来讲吼，吼、哦，自己改变，周遭自然随着升级，这才是智慧型的，吼、哦。那么呢，进阶呢，咱赵老师黄永川一代的迄个影片，可能我唔知影，咱大家看有哪些代表？迄个马家驹点燃师所讲迄个。伊讲，咱不管是咱的道场，伊有掠出两间企业，一间是啥？科大，
相片底片的，相片底片，相机底片。一群在演的时阵是进前拢三十六张，所以若出去佚佗的时阵，拢会强调安尼，是毋是三十六张了，再搁换一群嘛，两个再搁洗嘛。所以可能也是做底片起家，但是呢，第一代的数位相机嘛是科大研发出来，但是伊无好好啊。伊煞同款阁继续咧行伊个影片个市场，所以伊是安怎？该做没有做，所以伊没落消失了。因该做个伊第一代个数位相机，是伊科大研发出来，但是伊无对只地方建伊同款继续行伊软件个路，煞同安怎？后壁去吼数位手机、数位相机。所以就好去啊。搁另外一点，就是咱咧讲诶诺基亚，诺基亚小海豚，以前头啊诶手机是毋是小海豚？啊，迄就是手机啊。但是呢，即诺基亚敢搁有去诶？诺基亚无去。啊，为啥伊会比小海豚好？他为什么会被淘汰？因为他有要做，但是做错了。柯达是该做好做，伊是毋该做，他做毋对。而且呢，因为咱的系统、咱的手机、咱的电脑的系统，安卓啊很旧的，啊，搁有咱的啥？苹果。咱的苹果。啊，因为伊迄个时阵吼，咱的市场伊家己无去买人的。迄个系统，伊家己买研发，伊讲伊要在研发来开发。结果呢，研发的时阵吼，需要证明，但是呢，市场的转换率、淘汰率三年，伊还未开发出来，人唔知安怎去转变转换，所以伊永远伫遐做袂着。啊，这个还没到过，搁还没到咱这个疫情。我甲咱讲吼，甲咱讲吼，包括咱未来咧打迄个啥物疫苗，迄个疫苗，咱个流感的疫苗。过去咱个疫苗有分做流感疫苗，有做 A 型、B 型、C 型。啊 ，A、B、C 型是安怎分出来？嘛是迄个啥？迄个医学界个去量，量看头啊，若有得着啥物种个？出来，开始开发迄个疫苗，搁做出来，因为迄种讲过啊，所以即摆是人知影讲看要做 A 还要做 B 还要做 C。但是真个啥呢？真个疫情，哦，真个疫情，迄疫情个一个疫苗个研发要三五年，啊，咱真个疫情变异个疫情吼，今年呢就出来了，会突变呗，有变种无？伊进做的是进行迄阵的下迄个病毒，伊研发出来的结果，人后壁都突变了。而且你现在感染到的已经是第二代、第三代、第一次第一代，无帮助甚至搁应用到你家己的身体。咱今仔来讲流感，所以这个流感有分做啥呢？综合型的，因为伊也袂出来。